久未露面的郭士尼这天就出席儿童时装周活动。 Sonia 最近就和古天乐还有孙轩相隔多年之后再次合作电影版的《寻秦记》，应该想起不少之前的回忆了。我觉得感觉不同了。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第一部戏，我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敢做的那种，然后现在是很习惯这个场景啊什么什么，然后我以前跟他们一点都不熟的，然后这一次就跟他们做成好朋友这样子。结婚周年纪念就快到了，跟老公又会怎样庆祝先？没什么庆祝了，今年因为大家都做嘢，咁佢又啱啱开机，即系拍一套戏啦，咁就开始忙啦都。咁我又忙住喺香港睇住阿女读书啲嘢啦，咁自己又唞下啦。其实今次系佢提我嘅，佢话：哎，我翻唔到嚟咩啦？我咩事翻嚟啊？你即系反而系我唔记得咗已经。